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安。玲玲午安。晚安安。纯米大饮料。晚安。布丁。布丁什么？布丁宣言，午安安。狐狸吃乌，哎，狐狸吃乌龟，午安安。朔西，晚安安。黑哥，晚安安。大家都加一个本字嘞。本熊晚安安，大家都姓本。嗨嗨，晚安安的人多一点，我们再开始今晚的主题吧。换了改名，要改本加丽吗？不是本加丽，本部本部丁宣言是这样吗？没有啊，可是有我啊，有我在。你是说那个真名跟我同姓吗？头像，好啊，我们晚一点再来看头像要改什么。谢谢本熊的爱心，谢谢你的爱心，爱心。啊，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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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晚安安。等下晚上，8点嘛，要去看瘦吧的直播哦。本家集合，你们觉得今天要改什么嘞？改什么头像比较好？本家姐妹 rescue，午安。你们今天假日有出去玩吗？有没有去？就是还是你们都睡到中午才行？谢谢。今天都在干嘛？有出去玩吗？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还是出去吃饭啊之类的？本玩图，哦，你说那个、哦，大家有本玩图吗？饭团的图，有吗？哦，这个，话说这个我还没改，可是我会，因为那个还没有办法影印，所以我会赶快找时间把它影印好，再改过来。对啊，今天超热的，我今天有出去，然后那个早上有出去，超热的。上班中，本熊加油哦，加油！上班加油，上班还看我直播，好害羞。对啊，在家看那个，在家看我们的直播也不错。早上就是打工，回来就是看这些直播，辛苦你了，狐狸吃乌龙，辛苦你了。没有，没关系。那我们等下晚一点可以找一个大家都有。有什么是等级低一点？大家是不是有些是一进来就有的啦？就是有些人像是一进来就有的了。谢谢草莓酱的爱心，谢谢。看本丸透心凉，对啊，今天是蓝色，有没有比较凉爽一点的感觉呢？对呀、啊，这是球球的耳环，还可以捏，很可爱。笑，
这下午有出去吗？还是有没有晚上要跟家人吃饭的？我们等人多一点，再来进今天的主题。有啊，我有出去吃午餐，然后在附近逛逛就回来了。不会说早上十点看完零一，一直看手机，等五点。本熊攀上墙，坚持什么？什么坚持什么？今天超热的，今天听说到38度，出去都要被晒成真干，要记得防晒，不然会晒黑哦。晚上要去吃寿喜烧，吃这么好，好好哦。晚上不知道吃什么，我中午的时候去吃了拉面，排很久的拉面。很好吃，只是排了很久很久很久，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下。你们嘞，午餐吃了什么？本草莓酱，本家集团的。早餐，你们早上都几点起来啊？都睡到中午吗？因为前一天太累。こんにちは。午餐没吃，这样还有体力吗？对啊，中午出去不知道有没有晒黑，可是我有穿薄外套，应该还好。等吃晚餐，晚餐要吃什么？那个妈妈的爱心晚餐吗？妈妈煮给你吃的爱心晚餐，我最喜欢吃妈咪煮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妈妈味，而且很好吃。省钱，有些东西不能省啦，真的，就是三餐都要正常吃，不然会对身体不好欸。本草莓讲的哥哥，本草纲目吗？睡到中午，我今天很早就起来，我昨天很早就睡了。昨天好像，昨天几点睡？昨天大概9点10点就睡了，所以我今天早上7点就起来了，也是9点10点，好像差不多。然后7点就起来，7点起来开始东摸摸西摸摸，然后早餐也没吃，然后直接中午去吃拉面。我是早餐没吃，中午有吃，没有那个到假日的模式就自动调为早餐没吃，只吃中午，只吃午餐，然后再进行下午的行程。对啊，后面那一张，因为那个还没有时间去印新的，我下次会更新，我会赶快更新，对不起。假日比平日早起，为了看早上的直播，要多吗？辛苦你了，早上起来看直播，那你平常早上都几点起床？大家早上都几点起床看？哎，没有，我们平日没有直播，假日都几点起床看成员们的直播呢？宏伟午安，午安。什么？有什么新药？什么新药？对呀，现在就是对大家都早起来开直播。改好了，等换头像。好，你们觉得有什么事？大家都有，就是一进来大家都有的双马尾，耶、yeah! 对啊，睡满11个小时很满足，最喜欢假日那个睡到自然醒。要看啊 TV， 那本黑哥，你要不要先吃个饼干之类，这样比较不会肚子饿。自然醒清醒，看谁有开就看谁。酒但一切随缘吗？谁有醒就看谁。假日固定睡过头，睡过头的定义是几点？12点1点。我最高的记录好像是有办法睡到12点，然后最晚没睡的记录应该是3点还是4点吧，我忘记我在干嘛了。佛系 WOTA 什么意思啊？
睡七个小时就自动醒了。为什么？哦，我现在是因为就平常上课比较就是上课时间嘛，所以平常早上会比较早起，因为为了不要迟到。然后所以就是到假日还是会有那个就是生理时钟自动醒，然后晚上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该睡，就是自己就觉得好累哦，时间到了我该睡了。抽奖的二到五奖应该都有，当然不是，没有，那时候好像是我暑假是大概都两三点才睡，然后十点十一点才起来，然后有时候睡晚一点就是十二点。假日九点一定醒，没有就给他放给他睡到中午。嗯，假日人睡到饱真的很幸福。我最近因为最近都就是生理时钟就七点多就醒，然后都很想要躺回去，那个躺回去继续睡，然后可是手机的魔力太吸引人，然后就开始滑手机，然后玩一些手游啊之类的，熬夜打电动，我是熬夜看影片欸，就是不是也不是追剧，就是看一些那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就看一看，不知不觉啊也这么玩，不然就是上网找柯南，然后一直看一直看，就是定时追他每个礼拜出的。中午出门38度变烤本丸，对啊，真的太热了啦。我以为大年这么久了，成为大学生那么久了，还睡六点多。对啊，就是那个高中生的，就是正常睡，就是正常醒的时间，因为平常上课的时候都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佛系睡觉，对，时间到了，是该醒的时候就会醒了。本家地块是乖孩子。对啊，手机的魔力真的很可怕，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然后就是睡前呢、一定要多滑几下，多看一下成员们的贴文，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起来一定要那个就是再翻一下手机，看看今天有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手机太可怕了，而且怎么讲，手机会让人有点跟朋友疏离吗？就是明明就在旁边，然后却还是用那个通讯软体在聊天。睡觉，对啊，我觉得睡觉是一件很幸福，尤其是睡到自然醒，然后跟吃到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哎，这怎么被发现了？对，我就是每年都会去电影院，然后就是每年我会尽量抢第一场啦，就是才会有那个徽章，就是每年都会去看，就是只要柯南一出我就会去看，然后就算没有的话，就算我没有第一天去的话，我后面也会找时间去看柯南，因为我真的超爱看柯南。今天发型好看，谢谢旅馆。哦，好，哦，仔仔，原来如此。真有人会坐旁边用LINE沟通吗？应该会吧，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的。柯南抢徽章，而且都走。有啦，我那次去年的剧场版，我第二天去看还有那个徽章，还有就是算很幸运，应该剩最后没几个了吧。啊，好可爱啊，松鼠抱栗子。那我每年进电影院看 Star Wars， 我比较没有在追那个就是那个漫威的，我比较没有在追，就我比较多都是看。就我比较喜欢看日本的电影，就比较喜欢它的剧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梦想是天天不工作，吃饭睡觉，这应该是大家的梦想吧？就是大家都想要睡到自然醒，然后有人帮你打理好早餐，然后早上起来打打球，吃个午餐，下午睡个午觉，吃个下午茶。晚上咧再吃个晚餐，跟家人一起聊天，玩个游戏，再睡觉，每天都过着这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对啊，那个栗子图案好可爱啊、喔！
柯南，可是听说停刊了，就是那个青山刚昌休息，因为他说他好像身体不太舒服，然后他就停刊了，然后再等一阵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今日生午安，没有哎，我没有看过那个多利，哎是吗？多楚，我没有看过哎，我没有看过那个，我也没有看复仇者联盟哎，那个我也没有看，我只跟我比较常看日本电影，然后如果要看美，就是看其他欧美的话，我比较会看那种灾难片。就像飞机呀、啊，然后地震啊那种的，我比较喜欢看，就是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我比较喜欢看灾难片。嗯，我很喜欢打球诶、欸，就是主要早上起来可以什么打打篮球啊，然后与朋友们共度最快乐的时光，吃完喝睡，真的超幸福。就每天都过着这种生活，可是久了应该还是会无聊哎、欸。家里养的宠物的生活，真的都觉得宠物过得比自己还幸福。宠物都不用读书，定期就有时间可以吃，时间到了就可以吃早餐、午餐、晚餐，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下午茶、零食之类的。要把看直播加进去，对，从哎、欸、应该是从晚上开始，就是。吃晚餐的那一段时间要配上看成员们的直播，然后睡前之后再看一下成员们的成员们的直播就可以睡觉了。今天还没决定头像，我们等人多一点的时候再决定头像。Konnichiwa，对啊，我喜欢看哦，我有看过加州大地震，我觉得很好看。对啊，我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我就喜欢看灾难片，还有那个海员的。是好像是最终章，它是飞机迫降那个，那个是我开始真正爱上灾难片的时候，就是对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我们就喜欢看这种，因为我觉得好像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一些知识。怎么没有跟妹妹玩这个环节？有啊，早上可以跟她打球，晚上可以跟她一起玩游戏聊天，虽然我们聊天好像一直都只是在互呛。姐妹的日常，一天一定要互呛个几句。ありがとう。大家有例子吗？还是什么的？我们换一个简单一点的好了，不要跟上一次一样。还是我们换一个那个，就是最大家都有的是哪一个？来看，对，是不是有人没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三色丸子的那个，想看互呛，不行啦，还是要留有一点形象的。吃饭睡觉打妹妹，对啊，妹妹都说我每次欺负她，可是我明明就对她很好。姐妹摔跤。话说到这个，就是以前呢、啊，就我们两个平常好好讲话都没事，然后我们开始玩就真的有事了。不是我把他拖下床嘞，就是我们两个在床上就是拿那个棉被啊这样盖呀、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时候他好像哦好像那个睡到我的位置，然后我就会把他拖下床，然后他也会把我拖下床，然后我们就一路从床上玩到床下。本家姐妹昨天应该去 TP 村 PK 什么 PK 什么 PK 比较谁比较懂自己的妹妹吗？还是就是姐妹的体力呢？对妹妹讲一下，有吗？大家有双马尾的吗？双马尾的头像吗？
对啊，三色丸子。那三色，我记得三色丸子好像也是那个双马尾。大家有没有三色丸子？我哪有很可怕，我人很好啦，我人很好，我人很好。本家姐妹去村里玩摔跤。我那个三色丸子也是抽奖抽到的，大家有吗？换换看，三色丸子。啊，不然大家换那个双马尾，就是只要里面有双马尾的都可以，这样应该比较范围比较大吧。就是换那个九蛋的那种，或换北原神推的那种。これから頑張れ、頑張れね。あり、诶，我要回什么？要回嗨吗？还是要回什么？在第一页。你是要回那个わかりました？是吗？头像超过2000，慢慢找中，加油！没有啊，我没有欺负他哦，妹妹也欺负我，他都欺负我，他都欺负我。虽然姐姐讲这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比较没有就是诚实吗？还是什么？真的啦，我没有欺负他，我对他超好的。台湾好きです。日本好きです。蓝月晚安安，好啊，大家可以换三色那个三色丸子，或者是那个，或者是本熊的那种也可以。大家安安，嗨嗨，頑張ります，是这样吗？ありがとう。双马尾，人数差不多了，我们来进今天的主题吧。看一下，什么味毛要换？你说三色丸子或那个吗？就看你们要换三色丸子，或者是换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双马尾绑花花的那个也可以。好、哦。等你们换一下，有的都可以换啊，看这次有没有办法那个集到大家都是三色丸子的。はじめまして，我来看一下，我记得我有小抄的。日本語は少し少しですね。不要秃头啦，不要秃头。双马尾比较可爱，跟我今天一样。双马尾。好啊，换丸子。可以看看第一排有没有办法集到丸子。叶云直播也绑双马尾，他可能，我刚好像看到他好像是绑高马尾，我是绑低的马尾，低的双马尾。好啊，那三色丸子好了，第一排的大家有吗？三色丸子，来进一下今天的主题吧，就是来介绍一下那个台北有哪，就是我有去过的景点其中之一。就是迪化街，大家有去过吗？那个讲迪化街大家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就是年货大街，有吗？
年货大街，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卖饼干糖果的那些，然后会卖鱿鱼丝，会卖虾饼，然后有些小吃，花枝丸、炸热狗，然后还有珍珠奶茶、臭豆腐、鱿鱼羹，有吗？好，赶快去处理，等你回来。梨化街，那你们有在那边买过什么吗？对啊，现在很多文创系列的，就是很多，就是现在算合作吗还是什么？就是梨化街就是好像变得比较古色古香，就是比较有以前的那个以前的感觉吗？回到比较古色古香一点啦，然后有文创，还有一些南北货。你们有在那边买过中药或南北货吗？找图比按一千个爱心。好，草莓酱好乖哦，等你回来哦。哦，对啊，就是年货大街的时候会，他们都会那种一桶的，就是塑胶袋装的那种那个虾饼。然后好像就会用那个来分装，然后还有鱿鱼丝啊、花生啊那种的，有吗？你们有去买过吗？还是你们都不知道？那哦，就是那边还有一家很有名的霞海城隍庙，你们知道吗？就是听说那一间是拜姻缘的，然后听说很灵验，所以就是每到那个过年时期的时候好像都很多人。瓜子开心果，对啊，那边也有卖瓜子开心果，然后还有各种瓜子类嘛，就是可以咬开的那种，就是老人家的就是配茶的那种。都去量饭店买，告诉你要去那种，就是过年的时候要去那种地方享受一下年节的气氛，比较有那感觉。本丸饿了，对啊，我好像离不开那个，每次的直播离不开吃的。然后那边好像还有，我之前去那边还有吃过一家很好吃的臭豆腐，然后他还有卖那个面线，大肠面线，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再想想看哦，再往后走一点。还有一家冰，就是杏仁冰，然后它有绿豆啊、红豆，好像有综合豆可以选吧，然后要加炼乳，然后超好吃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很适合去那边吃冰，然后冬天的时候它会有花生汤、红豆汤，你可以加汤圆，可以加脆圆，可以加有粉圆吗之类，就是加起来很好吃。老家不在台北，没去过迪化街饭店火锅，你们可以去买买看，因为我觉得，因为本身是台北人，所以就是对台北某就是一些景点会比较熟悉，所以可以跟你们不是台北人的推荐一下啦，这算是旅游书以外的，就是秘密推荐吗？哪一家？你是说冰店吗？还是霞海城隍庙？还是臭豆腐？然后中药，你们平常会有吃中药的习惯吗？还是你们都吃西药比较多？因为我是吃西药比较多，因为我不太敢吃中药，因为我觉得中药好苦哦，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它的味道，一定要配那个。就是鲜渣饼，就是喝完中药的时候要配那鲜渣饼，才不会觉得太苦。好，我知道，我写错了，就是我还没有时间去改，我下次会赶快印出来的。中药养生，不敢吃中药，好像只吃过一次中药吧，就是灯骨的，就是长膏药。都去买中药煲汤，我真的不敢吃中药，我也不喜欢，就是西药，
因为西药你可以吞下去就没有这回事了，可是中药那个味道会在嘴巴里面，真的不喜欢。还有南北货哦，你们平常会吃香菇之类的那种干货吗？午安，午安。还有吞药丸时西药的药粉也很苦啊，没有，我都吃那个欸，我都直接吞药丸欸，我不会吃药粉，因为药粉会呛到，会被粉呛到，也没有那么好吃，好吃吗？药本来就不好吃，也不要太常吃药，不然我就是会去那种买那种日本的成药，就是吞一颗的那种，我就觉得啊，吞一颗应该就比较好，就有时候快要感冒的时候就吞一颗那种成药，就是感冒会比较快，就是就比较感冒就不会那么严重。感冒都吃中药，就是慢慢调身体吗？会很快好吗？因为西药不是比较快好吗？药粉可以加提药水，真的。还有那个啊，我记得好像有葡萄口味，有草莓口味。可是感冒发烧比较常拿到好像是葡萄口味的，就是那个要放在那个小小的杯子里面，然后就是药粉加进去。然后再加那个甜药水，然后再把那个药包的那个包装把它折成就是棍子状，然后再放在那个杯子里面拉拉欸，然后喝掉，然后再用那个水壶再倒一点水再喝掉。中药的药粉包味道几乎都真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改变。综合甜的概念就是加了那个甜药水会比较没有味道，比较没有那么可怕。感冒只喝药水，多喝热水那也可以啊，就是比较因为西药伤身嘛，就是中药是养身体，比较吃西药就是也不要太常吃，就是能少吃就少吃，中药就是慢慢调慢慢调慢慢调。甜蜜的负担好有画面，你说那个调药吗？久久感冒吃感冒一次那种，西药吃很久都没好。哦，害我想到之前，就是国小有一次是类流感，然后那一次生病超久，感冒超久，可是那时候一直就算去快筛也筛不出来那是什么，然后也都没有吃什么克流感之类的，就那一次感冒超久都没有好，就觉得拜托，那一次好像瘦了3-4公斤有，然后后来到我国中毕业前又 A 流，然后所以于是乎这就是我上一次讲到为什么我没有参加到必然的原因，就是得了 A 流。然后高中高一的时候，就是现在啦，上学期的时候，应该说今年一月就是要最后一次断考的时候，我 B 流，然后断考就没有考到，然后就去学校补考，然后就是也害，因为我们班上是其他人先得流感，然后后来传染给我，我是好像第三个吧，所以我是成为我们班要停课的那个关键，然后所以我们就停了大概5天，我自己停了5天的课，然后其他人好像停3天的课吧，然后就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大家都放寒假了，我们还回来补课。然后每一次我只要生一次这种大病的话，我都是瘦3-4公斤，就是几乎没什么吃，然后水也没什么喝，只有吃药而已。阿姨介绍中医才好，没有经历 SARS， 有吧 ？SARS 不是2004年吗？啊，我2001年出生，只是可能那时候还不知道。啊，就是吃药吃太多。对呀，因为西药太伤身了，就是对内脏那些会不太好。对呀，超惨的，就是，唉，每次只要有重要事情都会被流感打断。想起日本买串团子的回忆了。吃那个吗？三色丸子，
好惨。没关系啊，没关系，可以用那个双马尾也可以。要多吃多少要吃一点，真的。后来觉得好像还是得要再吃一点，因为通常都是一二三天会最不舒服，然后可能到第三天晚上就慢慢可以吃一些东西，然后到第四天精神就会比较好一点了。病毒性的感冒就要多喝水睡觉。哦，真的，那时候就是流感的时候啊，几乎一天大概有多久，就是三分之二天都在睡，就是清醒的时间很少。三岁有印象吗？抽奖券转一转就有，反正就是这期丸子，大家都在抽四色丸、三色丸子。谢谢庸格的爱心，谢谢。我该把刚刚的东西按到哪里去？こんにちは。我没有开过刀的经验，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说，就是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姑姑住在美国，然后她暑假的时候会回来，然后那时候为了看姑姑什么时候回来嘞，月历就挂在就是以前很小嘛，然后她挂在就是还蛮高的地方，然后以前的月历不是都是这种吗？就是上面有刀片的那种。缝算开刀吗？应该不算，就是有刀片的那种。然后以前小时候太矮，然后又想把月历拿下来问说什么姑姑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就从底下往上面这样吐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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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果这个那个月历就这样呵，然后结果那个刀片就弄到我的额头，就弄到有一点白白的，可能看不太出来，在这里有一点白白的。就是缝了四针，嗯，所以告诉我们，小时候不要太爱玩，不然长大的时候伤痕就还在。真的，觉得超可怕的。然后我那个听奶奶说，我那时候还摸着额头，然后看，呜，有血了。然后重点是我还笑笑的，然后就流血，然后后来就去医院缝了四针。从此以后，我就对月历，就是有刀片的那种月历，感到心生恐惧。就是真的是看得到，就是现在还有看得到那个伤痕，就是白白的一点。对呀，还好没有弄到眼睛，不然就惨了。还好现在刘海放下来遮得住那个伤痕。真的痛，可是当下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就只是觉得啊，东西掉下来了，然后砸到头了，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流血，所以就下意识手就一去摸，流血，而且还流很多血，超可怕的。啊，你没有什么开过刀的经验？你没有开过刀的经验，也希望以后不要有。妹妹被大钉子插脚，这也太可怕了吧！钉子插脚，小时候割到手指，当下没感觉，缝针的时候要什么？那缝针的时候应该会打那个麻药吧？每到年底要没有，现在比较多都是用胶粘的那种，不然就是用那个叫什么？橡胶圈吗？挂的那种，比较少刀片的。以前才比较多刀片，现在还好。对啊，下面超可怕的。我小时候还有拿着那个，就是硬的存钱筒，那边跳跳跳跳跳，就在那个弹簧床上跳跳跳，然后结果那个存钱筒，就我跳跳跳，然后就跌到床下，存钱筒就往牙齿一敲，牙齿就断。以前小时候超皮，然后牙齿就断一半，后来就去把它拔掉，超可怕的。
发现我好像歪了，我原本要介绍的说，家里以后骑摩托车要注意他卫生保证不行。好，我会注意的。可能我们犯谁有下什么啦，平时还是要小心啊，才不会受伤，不要像我一样。谢谢手滑哥的爱心，谢谢爱心。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不是假牙，是那时候是换牙之前，所以断掉的是乳牙，所以只要拔掉就好了。小时候就是换牙之前的时候断掉的，所以我的牙齿都是真牙。为什么我不会成为三宝？我不会成为三宝，我会小心，而且我会比较偏向那个大众运输工具，因为我觉得自己骑车还是太可怕了。能被家里撞，不要啦，不行，我不会成为三宝，我会尽量搭乘那个大众运输工具。九蛋，你又在欺负我了。小朋友都皮吧，真的很皮，我都觉得我小时候我妈一定觉得我很难控制，就是永远都抓不住，然后就是车子一到一个定点，车子一开，然后就哔哩啦啦啦啦，然后马上不见人影。我没有办法，走路撞人，走路撞人不会撞出那个啊，不会撞出受伤啊。家里看到没有人的红绿灯，真的会等到绿灯吗？会啊，会，会，因为很可怕。俗话说马路如虎口，真的很可怕，所以我都会等到绿灯才走。我哪是三宝，我不是三宝，好不好？妹妹怎么了？妹妹也不会啊。涵涵小时候哪里乖啊？之前又把我抓到流血，还敢说三宝饭来一碗，来送上。涵涵晚安，涵涵晚安。虽然我每天在跟你说早安晚安。三色丸子案子三宝当然不是啊，我不是三宝，站在原地不动还人地上，没有啦，顶多那个我是有时候要走不走，就是脚伸出去的时候好像会不小心绊倒别人。我相信涵涵的，涵涵想说九蛋为什么都只欺负我不欺负涵涵，对，很皮，还有人把快干当眼药水，快干当眼药水，快干是三秒胶吗？讲到妹妹就来了，涵涵晚安，姐姐又去，我没有欺负她，快完了就晚安。发现妹妹比我还常刷存在。佳丽不是三宝，但哪有？我不会当三宝，放心放心。平时不太会在马路上抽筋，那次是因为打完球，所以在马路上抽筋，而且有同学扶我，所以我不会成为三宝。家里比较好欺负，哪有？凶起来是很凶的。怎么了？本黑哥怎么了？我不是三宝，我真的不是三宝，真的不是，真的，相信我，未来也不会成为三宝。骑车哦，可是怎么讲？我应该不会是那种18岁一到就去考驾照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哦，我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就好了。今天声音破破的，对呀，喝个水。无敌三宝妹，
哦，那好像是在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后一部播的偶像剧，因为我之前有看完那个叫什么？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就是唯一，哎，不是唯一啊，就是唯一几部我有从头就是在电视前面追到尾的偶像剧。库里，嗨，阿科罗，我有没有念错？妹妹哪有比姐姐乖？我人很好，不好？投票投起来不行，这样你们一定要欺负我。欢迎多搭捷运，搭捷运是个好选择，火车也是个好选择，速度比较快。家里不是的交通工具取决于你上的大学。我的大学从大门走到教室要40分钟，怎么这么久啊？你上哪一间啊？所以大学校园里面可以骑机车吗？还是要骑脚踏车？搭红线有几率碰到手花哥。晒干净哦，那个我也有看诶，只是忘记我看到一半就觉得啊，怎么乡土剧都演的差不多嘞，所以到后来我就没有追了。就是车撞了，主角一定不会死，然后就是主角死了之后，一定会再换脸变成另外一个不同名字的主角。在台湾很多赛车手都满街跑，红绿灯倒数那个就是要开车前的5、4、3、2、1吗？对啊，大家都在欺负我，都不欺负妹妹。什么？第一个选项是好，那我投一个是，一定不是，如何？屏东科技大学全台占地最大的大学，哇！那不是40分钟，那是可以骑机车进学校、进校园吗？手滑哥的车真的超稳，什么东西啦？你坐过他开的车吗？乡土剧真的好难看，不会啦，他还是有那个，就是他精彩的部分在。虽然我们有时候都知道他下一步要演什么了。国家教育小品，还有那个就是换脸的时候，这边撕一下就换一个人，就是变脸的那种戏码，我也觉得很。小栗子会不会跑去？不会，我觉得我不是演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可能台语也还没很溜啊，可能讲起来会有点好笑。如果学校有大不同，像我们走上去的确，涵涵不给你刷存在，不行刷存在，没有看到你，你有看过？千金媳妇三宝孙，好像有听过。妹妹应该有欺负姐姐吧？妹妹不敢说。对呀，又不是都只有我欺负妹妹，妹妹有时候也会欺负姐姐啊。全部人都是骑机车上下学。你说这哇，到教室要40分钟，真的很远呢。载杰冲准备好了吗？下次要甩冲了吗？妹妹，怎么大家都变成妹妹台了呢？搞不好 TPE 以后会有演戏的就乡土剧吗？不要啦，我可以演偶像剧。偶像剧还可以，乡土剧要先把台语练好。而且它有些台语还会掺杂一些中文。我哪有哪是好了，我有一点，我承认我有点戏精，就是怎么讲，很爱演吗？好像有点爱演，很爱演戏。哦，对，有些还会掺杂英文，就是各种语言混在一起，就觉得哇，这不是应该是台语来讲的
节目，不是节目，戏剧吗？不误点不刹车就是说阿哥。综艺节目啊，互相不要啦，我这么爱妹妹，对不对？你写很多小剧场。对啊，不刹车，不刹车不会停，那捷运要怎么停？因为不能翻，只好用国际标准直接念，演一段内心戏。不要走，对不起。我是男生，演过圣母玛丽。求心理面积，我帮你扣啊。心理面积。晚上搭车的时候，注意手滑，哥都晚班嘛，红线的晚班。我正在搭板南线。搭板南线要去哪？我一直以为，对啊，其实我知道前面有人，就是。到了会有人下来，可是我也以为是电脑控制的。对，我虽然我知道前面就是车长室会有人在，可是我不知道是人控制的，我以为是电脑那个设定好，然后人在旁边看着而已。对，只是以为是就是电脑就是开到某一段就是距离，它会慢慢降速停下来。然后就是车长只是在那边看他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出问题要临时做反应的。上班途中辛苦了，丑华哥的本体是电脑，是的，平时是电脑在旁边坐。哦，所以是只要有特殊情况才会那个吗？才会是那个车长要动手去那个吗？调吗？不，我相信本家应该也没姐妹那种。有啦，那个以后可以看我们的互动，就一定会有姐妹爱哟，姐妹的爱。有状况时或特别情况才会手动一下。好酷哦，我之前都不知道哎。有，我们有姐妹爱，来假装一下，这是妹妹的手，妹妹的手，耶、yeah, ，姐姐我爱你，谢谢草莓奖的爱心，涵涵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平常这么爱你，我平常都买晚餐回来给你吃，买饮料回来给你喝，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爱我？快点，你才解说我们有，快点，我们有姐妹爱，快点。耶、yeah, ，姐姐，我超爱你的。对不起，我碍眼。对啊，妹妹呛我，好难过。こんにちは。看姐妹互撕什么？对啊，话说我这个妹妹是真的还不错，我要来称赞她一下。就有时候那个眼线画不好啊，是妹妹画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太赶，或者是就是画得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眼线弄掉，说哈哈你帮我画，然后他就画很快，因为他比较擅长这方面，然后他就帮我画好。然后腮红不会画，因为我真的不太会画腮红，因为我笑起来没有那个就是凸起来那一块，所以我就说妹妹帮我，我就说哈哈帮我画，然后他就说哦哟啊你都不会自己画，他说，然后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的脸真的不太好画。最后就是你看到了在做你的事情，哪有？对啊，化妆技术比我好。应该说任何手做的东西他都会比我好一点，就是不管是配，就是像东西要配色。纸要配色，然后那个就是穿衣服还是我比较会穿的啊，就是手作啊，什么羊毛毡啊、织毛线啊、缝东西啊、修就是那个补一些衣服啊、缝一些有的没有的，都是妹妹比我好。
你好，对，涵涵技术比我好，涵涵教我，然后有啊，他有教我画，可是，就是这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慢慢练，慢慢练的。金玉生，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好，我也很可爱，好吧？对啊，妹妹手超巧的，我是比较偏，就是我静的比较不行，然后我比较偏像就是动的这一块，就是跳舞比妹妹好一点。拜拜，本妹才显摆最高，拜拜。买饭回来可以继续看。TPE 姐妹都是护士，对啊，没有，我也只会打球，可是，对，话说我游泳就只会仰视，其他事都不太会，就是自由式会喝到水。嘉丽除了年龄以外，有哪些地方赢过韩寒？拉筋，我的筋比他软，就是不管是脚的筋或者是。背就是腰也比他软，然后第二个就是比他会跳舞，然后第三个是应该是体力比他好吧。对啊，我跳舞比较好，你们下以后可以就是以后你们一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就是真的跳舞比手作还要强一点。推姐姐送妹妹，姐姐退货，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两个是合在一起。像说芭比娃娃，你不能只买一个人，就是它是一组的，你就要一组一起买回家。比他会吃，好了，无可否认，真的比他，这是对了。我没有，我现在比较吃比较少了，虽然以前比他会吃，没有错。没有，颜值是我们相当，就是他比较。啊，对，我比较幼稚一点的脸，他比较成熟一点的脸。TPE 村，哦，我有看他们被画脸，还有那个村长被画的好可怕。如果有机会想要那个，就是跟妹妹一起去 TPE 村，一日村民，我觉得很好玩，感觉很好玩，就是体验他们一下他们的生活。对对，妹妹也比我聪明，就是不管是，就是课业方面都比我聪明。可是有啦，我比她好一点的就是，她没有方向感，可是我有方向感，就是她会迷路，可是我不会迷路。然后日常生活就什么煮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也比她好一点。好啦，姐姐很可爱很漂亮。对呀、啊，我比妹妹还会吃，有吗？还好，我们两个现在食量应该差不多。可是小时候的时候我比较会吃，所以也造就了我现在比较圆的身体。城市姐妹没有留情两个字，就是画的超可怕的。日本語はできますか？少しだ。少し。游戏的，对，应该是吧。买一送一，谁是买谁是送？没有啊，你是买一组里，本家姐妹再送一组本家姐妹。不行，姐姐不能拿去拍卖。没有，你可能把姐姐拿去拍卖的话，可能还飙到比原本价钱还更高哦。那身材呢？应该是妹妹身材比较好吧，她比较瘦啊，我比较肉一点。就看这个脸颊就知道了，应该是妹妹身材比较好。妹妹是这样吗？一定要两人一起买？对呀、啊，两人一起买，没有谁送谁，一定要大家一定要两个一起。对啊，这村长的脸超可怕，就是不是跟被画花花绿绿。家自己怕虫吗？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怕，可是。是对于常出现的那种蜘蛛啊什么之类的就还好，可是我很怕蜈蚣，很怕蚯蚓之类的，
就是我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哦，我也不喜欢毛毛虫。事实姐姐比较浪费食物，我哪有比较浪费食物啊？没有。少しだけ那花えます。我不怕虫，可以帮妹妹抓。谁比较会破音？我绝对是我，绝对是我。我连讲话都可以破音。唱歌好像还比讲话好一点，比较没有这么常破音。可是唱歌讲话真的超常破音，就是直播也可以破音。对啊，都很漂亮，害羞，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对啦，我输了啦。谁比较三宝？应该是妹妹吧，就是平时都鏘鏘的。谁有起床气？谁有起床气？我应该没有什么起床气，可是，对，我没有起床气，而且我都平常都是自己起来。可是妹妹就是，其实她也没有起床气，她是赖床赖很久。我是那种晚上如果想要休息一下、睡一下，我会睡很久很久，就是躺下去睡就要两个小时起跳，然后没有人叫得醒的那种，变成睡美人。啊，平常上课的话，我都是自己起来，所以不太会有起床气的问题。啊，起来就是不太会再睡回去。都吃完不会浪费，对，秉持着全部东西都要吃完的精神。我的声音比较逗趣，真的，真的比较好笑，笑声也比较好笑。那村子很多虫虫朋友。小弟君，小弟超可爱，能成为偶像一定是美人，好害羞。不怕虫，但是被蜈蚣咬下去是什么感觉吗？是什么感觉？它会有留伤口还是什么吗？没有伤害就无法比较。对呀，妹妹超难叫的，就是早上都要叫她叫很久，然后对，就是要叫很久。然后都觉得，唉，可不可以拜托好叫一点？姐姐还是比妹妹成熟，当然啦、啊，我比她大了两岁半，但要比她成熟。如果比她幼稚还得了？はじめまして。对，她床是黑洞，就是被吸进去就无法起来了啊！即使明天就要站上小巨蛋，晚上也睡得着。应该会逼自己要睡吧，不然隔天会精神不济。就是哦，有啦，就是，就是之前前几就是这几年出国，因为太兴奋，然后加上行李都没有整理好，然后像是今年去冲绳，然后我就没有睡，因为我也睡不着，然后我就从前一天没有睡，然后一直到。就是到冲绳之后那个晚上，我好像很早就睡了，因为真的撑不住，真的超累的。我怕蜘蛛，不怕蟑螂，用手打蟑螂也太厉害了吧！我是会拿拖鞋去打蟑螂，拿枕头 K 它，枕头我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我会一直。抓着他，一直摇摇摇摇，说：“你给我起床！你不是叫我叫你起来，你又不给我起来，像这样。”霓虹狗妹妹一看就有话要说：“妹妹怎么叹气？她真的不好叫，她真的要叫很久。”把妹妹丢村子，每天不赖床，有应该哦，应该，因为他们要早起练习，要早起晨跑。妹妹心里苦，妹妹不说。姐姐心里苦，姐姐不说。姐姐叫她叫的心好累呀、啊。はじめまして。妹妹不敢说，哪有？我真的没有霸凌她，好不好？而且通常是她有叫，我要叫她起来，我才会叫她起来。不然我平常都让她继续睡，啊，我做我自己的事情。看吧，要欺负妹妹都比较。没有，有时候是，没有，有时候是假日，就是我比较早起来，我也不会逼他说
你快点，你要跟我同时一起起来。对啊，就是我晚上睡觉，就是晚上太累睡觉，然后想要说好睡一下再起来一下，然后弄个东西好，结果是晚上一睡就是睡到早上，常常都是这样。然后就是通常比如说我8点睡，我就一定要睡到10点，一定要睡2个小时起跳才会醒。在这2个小时中，是别人叫完全都没有反应，然后就是当我醒了，别人在跟我说：“哎，我刚才叫你，你都没有听到。”我说：“啊，你有叫我吗？我们都完全没有听到，就完全一个是就是失忆的状态。”养只虫，妹妹绝对没有醒，妹妹很怕蜘蛛。一定马上跳起来，啊，怕蚂蚁，怕蜘蛛，应该说不喜欢啦。那说到怕，应该好像，哦，他不喜欢蚂蚁，可是很怕蜘蛛，所以每次有蜘蛛都是我来打，有蚂蚁都是，哦，没有蚂蚁是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弄走，啊，蜘蛛就是我来弄。一定晚上叫妹妹，晚上无聊想要你陪她。不会哦，我们晚上都那个，就是各玩各的，就是偶尔会聊聊天，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新情报之类的，我们就会互相讲一下。不然就是放个歌啊，两个人一起唱歌，然后就睡觉呵呵，不然就是一起保养之类的。睡坑，我真的就是一睡就是没有人叫得起来的那种。可是我只要睡饱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就不会再睡了。睡觉会做梦的类型吗？好像也还好，就是真的要到很累很累的时候睡觉才会做梦。想听梦话内容？想听梦话内容？可能都是之类的。什么睡了吗？会说梦话？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有压力很大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自己觉得还好。都说怎样的不行不行，不能卖姐姐。拜拜蓝月。不行，不能卖我，李彩杰，你小心哦。不行，不能卖我，不行，不能做这种事。姐姐，我这么爱你。不行不行，不能这样，我这么爱你，你不能这样对我。不行不行，我这么爱你，这样不行哦，李彩杰，不行这样。没关系，我相信我未来一定也有可以那个卖他的地方。恶魔吧？哪有？我明明就对他很好，真的，超级好。李彩杰，注意哦 ，I'm watching you。好了，再讲一哦，就我上一次不是直播有说过，就是我看了某一部电影之后。我一直很害怕世界末日这种东西，现在不会了，就是以前小时候，就以前有一部那个电影，不是叫2012嘛，他就在讲世界末日，然后那时候新闻好像也有刚好就是在探讨玛雅文化，说2012年12月31日会世界末日这件事，然后自从我看了2012那部电影呢，我到2012年12月31日以前。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哦，怎么办？我会不会睡一睡就死掉了？然后我每天都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啊，拜托，赶
赶快让我度平安度过这一晚，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然后结果我就一直害怕到十二月那个2012的12月31日，然后结果那天我还是睡得超熟，然后完全没有这回事一样。综艺节目最爱你们这种，看戏了，来地上爆米花。那也没吐槽。圣经是说这世代的终极，睡一睡死掉那种。原来古人说的是，对我就是我每次我每天晚上都在担心的时候。然后奶奶就说你太杞人忧天，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像之前2000年的时候说千禧年，就是电脑没办法从1999跳2000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说，不用担心太多，因为这种事不会发生。然后结果嘞，我就觉得我以前好呆哦，我怎么会就是担心这种事，担心这么久。我的世界末日是外星人来的，没有世界末日，就是你看现在全球暖化什么时候里里扣扣加起来，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哦，还是会那个担心世界末日。2012年12月21日也睡过头的圈外人，等下播可能要再300回合。好，这边是 QQ， 哪有？我会说日语吗？我只会说一点点而已。什么下好离手？这真的啦，我真的会怕。可是我很喜欢看灾难片，不是世界末日的那种，就是像是就像我之前有说过，像国家地理频道的那种，就是空中浩劫啊，就是关于飞机的，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维修，就他们就是失事是因为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任何侦探要推理的东西我都很喜欢看。佳丽，全球暖化从你做起，现在可以关冷气吗？我可以开30分钟再关掉，就是让房间冷一点凉一点，不然今天38度真的有一点痛苦啊。等下直播完妹妹要小心了。不会啦，我不会对她怎样，我人最好了，真的。世界末日是等不到你们真正出道，没有这么可怕啦，没有这么可怕，没有这么可怕。开始期待韩寒直播发言，对啊，我一定会下去爆他的料。对，你完蛋了，你完蛋了，我一定会下去爆你的料。耶、yeah ，对，我是恶魔姐姐，她是天使妹妹，是的，没错。加 Z， 我今年在忙。北极熊爱你，太厉害了。那平常都怎么让房间降温呢？放一桶冰块在前面吗？就是那个吹风，哎、欸，不是吹风机，电风扇打开，放一桶冰块在前面，然后这样吹，是会比较凉。哈哈，晚点记得用 IG 爆屏。没有这么可怕、啊，真的，姐姐超好的，超爱她的。こんにちは。小编姐姐说6月有新企划，可以期待一下姐妹爆料大会。不要，听了你们会怕，真的。世界末日是营运开始认真实现诺言，什么东西啦？官方 LINE 不是好朋友的关系吗？对，没错，我超爱他，对，我超爱他。姐姐站在后面心就凉了，这样。我是那个、啊、大很大型的冰块，站在后面自己背后都凉了。Cute， ありがとう。对啊，妹妹晚上不用睡了，我会陪你聊天，聊到你那个就是。晚上那个都要撑牙签这样子。没有，没有这么坏，我还是会让他睡的啦，大概睡个10分钟之类的。房间靠近阳台有时很凉，啊，可是如果那个
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很热吗？姐妹相爱相杀，我没有相爱，没有相杀，真的相信我。但是怎么好像是仇人？不是仇人，李彩杰，不要这样好不好？我那么爱你。真的，我没有那么可怕，真的，我人超好的。俗话说得好，打是情，骂是爱。对，嗯，对，我们是打是情，骂是爱，真的，我超爱。怎样？我没有很爱打他，我也没有很常骂他，没有这回事。床头吵，床尾和，这是什么啦？没有，我真的不会欺负他，真的，相信我，我人超好的，真的，我真的不会欺负他。僵尸是六亲不认，哪有？僵尸看到人就咬了，他们不会想说要先咬谁。什么打是打，骂是骂，没有好不好？我们还是有爱，很有爱的好不好？我跟妹妹超有爱的。开始期待妹妹直播爆料台，哪有？真的，我对她超好的好不好？对啊，有吸管了。我去变一个吸管出来了。ありがとう。欸，是，来翻一下我的那个小抄。欸，嘿，嘿太郎，ありがとう。嘿嘿，哎，他开直播要小心姐姐爆料。不会啦，对他这么好，我直播这么多次，我哪有爆料爆过他很多？变僵尸我可以被，不要，僵尸很可怕。那个《失速列车》那个我觉得好可怕，虽然我还是把它看完，然后还是觉得它很好看，可是我还是觉得它很可怕。不要咬，不行不行，这全世界都变僵尸很可怕。我也不想活当人，干嘛这样啦？干嘛这样？会不会妹妹直播背后都凉凉？会，我会帮她放一碗冰块，然后再用那个电风扇吹，然后她背后就会凉凉的。这台观众感觉都怪怪，哪有？啊，都不用开冷气，我帮她那个准备一碗的冰块，然后再拿电风扇吹就够凉了，然后再帮她放一个那个凉凉的那个垫子。就是那个水的那个垫子，哦，告诉你超凉，就是佛心姐姐来着。什么？好，那我每天晚上睡那个，就是那个背对着，就是他背对着我睡，然后整天整个晚上背后都凉凉。为什么要骂你？为什么要骂你？家里夏天有游泳课吗？有啊，有游泳课。可是我不喜欢游泳，就是游泳课就只是下去泡泡水而已。はじめまして。清道夫也是僵尸片，绝对不恐怖。原来姐姐想用水泼他，怎么啦？我不喜欢游泳，妹妹也不太喜欢游泳。哦，我不喜欢水淹过头的感觉，我会觉得很没安全感。会下沉吗？什么意思？你说换气吗？还是什么？下沉什么？我上辈子是猫吗？为什么会这样问？应该不是吧？我上辈子，我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什么、欸，有溺水吗？哦，我小时候啊，就是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然后那时候是
那个就是跟家人一起去游泳池玩，然后那时候是爷爷带我，然后我就很放心的跟，因为那时候是我跟妹，就是爷爷要顾我跟妹妹，然后我就很放心的跟他说，哦，你去顾妹妹就好了，不用顾我。然后结果我就放，就我自己就在那边，然后就后来就是我不会游，然后我就很慌张，然后爷爷就来救我了。什么什么什么太重，我哪有太重，我还是好啦，我很重，对啦，我很重，我比妹妹还重啦。空班娃，对啊，我讨厌水，上辈子上辈子是爸爸请的，是的，没错。压力截图放床边，再也不用看，我没有那么可怕，不用这样 wink。彩杰把我心里话讲出来，哪有？为什么都这样？大家不可以这样欺负我。爸爸有两个亲人，爸爸有三个，我还有一个妹妹。无力反驳被击沉了，哪有？但我们头像都一样，妹妹的脸就特别好找。为什么我比妹妹重是正常的？可是对啊，我比她高一点点。溺水过，掉进鱼温，还看到布拉鱼。布拉掉进鱼温，那所以是鱼都在旁边吗？这样，我觉得有点可怕哎、欸。就是鱼还在跳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好，没关系，欢迎本熊回来。什么什么本家姐妹？对啊，我还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弟弟。はじめまして。结果头像还没弄好。加油加油，赶快把它改过来。对啊，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最小的妹妹今年几岁？最小的妹妹，那个小学二年级。对呀、啊，我还有一个妹妹，很意外吗？爸爸前世不乖，这辈子有三个情人，感觉弟弟是最可怜的，被姐姐们欺负吗？没有，好不好？弟弟超难控制的。谢谢本草莓奖的不倒哦。对啊，我有两个妹妹，可是就是我比较常跟大的妹妹就是一起玩，小的妹妹比较就是她比较常跟弟弟玩。羡慕弟弟，不要羡慕她啦。 TP48 的次世代，有这么可爱的姐姐有吗？我想弟弟应该不会这么觉得，他应该会觉得为什么我有两个我有三个这么凶的姐姐，就是对小孩的时候会是比较凶一点的状态。原来嘉莉想要控制小孩，什么意思？期待五年后李家三姐妹。对呀、啊，希望那个小妹妹也可以上那个 TP40， 这样就成，这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三人组吧。以后小妹妹再进 TP， 就三姐妹五强。不会啦，他不会敢呛我们。对啊，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可是就是真的吵起来超可怕。然后比如说我跟大妹妹要准备断考，然后小妹妹跟弟弟就吵到翻天，然后就觉得啊，让我读书。三代同堂不是？三代同堂，对，是对，没错，三代同堂。期待弟弟上节目。没有，我们对弟弟很 nice 的，虽然有时候对他有点凶，因为他太皮了。你家三姐妹爆料会更好。弟弟上节目吧。哪有，没有这么可怕，好不好？
爆料三姐妹的恶行恶状，那有时候对她很好，不好，就是都买什么车，买什么玩具给她，她是很好的姐姐。说话哥对不完，弟弟的爆料应该会跟就是妹妹们的爆料不太一样，每天都在针推大家。还有四分钟要跑台了，对呀，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弟弟有说过姐姐好漂亮吗？好像没有耶、欸、通常弟弟不会说姐姐很漂亮吧，通常都会说哦没有，我们家的姐姐都是虎姑婆这种的。应该有说过，不过可能是被逼着讲的吧。没有啊，那个通常都是我跟妹妹会说，弟弟你觉得那个大姐跟二姐谁比较漂亮，然后弟弟都是说二姐，因为二姐对她比较好，大姐永远都是扮黑脸的那一个。对啊，待会是 TP 村的直播，大家要去看 TP 村的直播哦。对啊，弟弟都说我是恰贝贝，就是大家只要就是妈咪跟爸爸只要讲到我的名字啊，弟弟他们就会开始害怕，然后说不要不要，就如果弟弟他们不乖，就是晚上不睡觉的话，然后妈咪就会跟他说你再不睡觉啊，等下我就大姐来睡你旁边，然后弟弟就睡觉了。没有，我们没有这么可怕，真的。说话哥要支持所有成员和家族，开前院才容纳得下，会不会以后要开更，就是能容纳更多的呢？因为二姐会陪他玩，大姐会陪他玩。没有好不好，那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妈咪要 cue 我当黑脸，然后我就说好了，那我扮一下黑脸，然后不知不觉我在小孩的心目中就成为了那个最可怕的姐姐。我弟都直接爱通过是吹狂魔吸走你的希望什么东西呀、啊，哎，好啦，差不多了，等一下你们要去看 TP 村的直播，那我先念一下排行榜吧。今天的第13名是 Younger， 第12名是本草莓奖，第11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第10名是本大爷是百慕人生，第9名是本黑哥，第8名是本手滑，第7名是本硕西，第6名是本林，第5名是 Ben San TW， 第4名是本北原生推，第3名是本熊，第2名是宁宁，第1名是九蛋，耶、yeah! 哦、现在好羡慕好多人，羡慕谢谢哥哥，羡慕家里的弟弟，不用羡慕啦，真的捷运办见面会哦，因为我之前把李写得太像本，所以就变本家集团，所以大家前面都会加一个本字，表示是本家集团的粉丝们，就是本家集团的成员们，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前面都要加一个本。你们也可以加哦，大家。日次的黄姓都姓本。哎，好啦，31分了，你们等等要去看 TP 村的直播哦。拜拜，大家拜拜。下一次直播是，好像是礼拜二的8点，对，官网好像公布，对，啊，你们下礼拜二再来看我的直播哦，拜拜，大家拜拜，晚安，拜拜。